上去先 ，OK。咁跟住咧就上多两个，最后我哋先传嘢 ，OK。阿肥上去先 ，OK。咁咧架艇咧系会向上涌啦，同埋向下跌嘅。咁你就趁向上嗰下咧踩住艇头先上 ，OK。唔好等回嗰下上先 ，OK。阿肥示范俾你踩一次噶啦会 ，OK。OK 得，同埋上嘅时候咧就上高啲，一个一个 ，OK， 坐过嚟，只手摆下边，唔好，你要踎低，系失平衡噶，上多个先，上高啲 ，OK， 传嘢啦，我哋，点帮手上嚟传嘢？系，攞嚟啊，唔紧要，慢慢嚟咯，我有时间，传晒上嚟啊，跟住你行上嚟 ，OK 噶啦，得啦，行上嚟啊。上嚟啊！我買一個有你袋上嚟。係啦 ，OK。跟住咧，你跪喺艇頭，我教你。你跪喺個艇頭，唔係上岸嘅，傳嘢俾佢哋。跪喺度，膝頭哥跪喺度啊！跪喺度，跪喺艇頭，跪喺度，傳嘢俾佢。兩隻腳跪喺度得噶啦，兩隻腳跪，佢要瞓。係啦，跪喺度得啦 ，OK， 跪喺度，跪啊！兩隻腳跪曬上去。兩隻腳唔得，係啦 ，OK， 擘大隻腳得啦，傳嘢，幫隊打橫拋，慢慢嚟，唔使咁緊張，上咗去先，慢慢拋啊，你未得埋到嚟先，大力啲，係啦，再傳 ，OK， 有你袋就遞上去，好重啊得噶啦，你擺咗係啦，喂，唔好踎，你會打橫跌落海噶啦，咁樣會。你要跪啊！你冇咁樣啊，唔會跌㗎，你都會跌㗎嘛，係咪？慢慢嚟啊！就要等你試下，就係要跪喺度，唔好咁重心高得㗎啦，係嘛？啱啊！我傳俾你啦，係啦，擘大啲入佢跪，係啦。跟住呢，拋兩竿落先啦，我俾你拋咗，容易啲拋兩隻手打橫拋。阿陳，等阿成接你要拋嘅時候要拋。嚟上面會俾指示你嘅，係啦，跪喺度得㗎啦。再拋一個，阿陳 ，OK， 再嗱喺度，呢度慢慢嚟，睇到，係 ，OK， 你將個嘢擺喺個艇頭上面先可以，暫時係啊，跟住再企住啲踎前啲，唔會跌落海，放心 ，OK， 預備，遞得噶啦 ，OK， 慢慢嚟，重你啲，遞啊，慢慢遞，係啦，係，擺喺個艇頭度遞上去。跟住再傳高啲，係啦，傳曬所有嘢，你最後先。呢支就係一啲拿杆，咁你開杆嘅時候咧，第一件事，你要 make sure 你個攪咧係好安全咁樣裝咗落去鋼頸嗰度先，夠夠嘅。裝完之後唔可以喐嘅 ，OK， 唔好你喐佢，得唔得 ？OK 啦，咁跟住咧。如果你有光頭套有呢條套有線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撥開個手，攞條線。三邊嶺嘅吊行開始，吊到成差唔多十幾度啦。咁係可以好深嘅，係可以好深。多謝。咁我哋基本上如果今日嗰、那個帶啊、弓啊各樣嘢咧，咁其實你用一個差唔多五 B 嘅浮波咧，已經係好足夠吊曬。大直啲支竿，大直啲支竿，大直啲支，再直啲九十度，唔緊要。
左向後位 ，OK， hold 住，慢慢嚟。帶直啲，帶左邊，帶嚟左邊，左邊。阿 Sam 用手臂，用個手臂幫手，唔好淨係用手腕力。支杆挨落個手臂嗰度，頭先教你嗰度咧。係啦，係啦，帶直啲杆，啱啦。拉直啲，再九十度，再拉直少少。慢慢拉直，大直啲支杆，再大直啲，大直啲，再大直啲，放咗落个 ，OK， 放拨拖搞系啦 ，OK， 恭喜晒，哇，犀利喎，系啊，望我嚟睇下先啦，系啊，拍紧 movie 噶。起上少少啦，收多少少而先。好，恭喜曬。真好啊。係啊係啊。點啊？個吊後感好唔好啊？都幾好啊，都有少少拎到啦。